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09年3月31号瑞丰站，15:49，出发就是由727/78阿尔法圈车2174次，经由3线天虹瑞丰的阿尔法圈车在瑞丰站终点，在瑞丰站实际停靠。谢谢哥哥。也2174次经3线天虹瑞丰的由727/78阿尔法圈车以及交汇。3次将本线上树林的普悠玛之江准备进来，各位，我是3号玩家，前往2030将 T 用2029不用马之江号2234将本线上顺用对吧？我个人觉得一号的讲话真的很奇怪，对吧？那时候讲二号是金水嘛？好像也没说他二号才是什么。你们后座再帮我补一下吧。那我个人选择弃票是，我觉得八号怪也很怪，但是一号也很奇怪，所以我就很难抉择。那你们也可以踩我，但是我觉得是说，我可以跟你们保证说我是好人牌，好牌。那你井上，对啊，一号没有躺下去，我应该跟12号一样吧，就挂这一把，这一轮我就可以先挂这一把，对吧？我觉得预言家，假如说上晚守卫守了一，就又是平安夜，那我觉得不太可能诶，预言家还在场上，对吧？那就听你们其他诸位发言吧，就这样了。